哎，老爸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咱们家回收这个老纸币不回收？肯定回收啊，我们就是专门收这个的嘛。帮忙这个评级一下，看这真的假的？看你这个情况是真的啊，你这真的，我们是这不是刚？我看这，你看我手边都是刚刚收过来的，是不是？这68、66的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分数啊，分数是吧？这是分数，对。这些东西吧，只是一个朋友给我的。给你的啊，那肯定欠你钱了。对对对，欠钱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啊，那你让看呗。拿这个东西来抵钱。抵给你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你抵了多少钱啊？大概有不到3万块钱。3万块钱。对对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他说你拿去这个去钱币市场去看一下。哦，那行，看一下。这些都是真的是吧？对，这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，都是评过级的啊。评过级的是吧？对，这一张这是前报后报啊。能值钱吗？肯定值钱啊！这张能给你一张，现在我们市场回收的话，这种钱币这种号码的话，能给到你一张1500。一张1500。对，这是68分。就这个2块的。对对对，它是68分嘛。像这个2块的，我当时也花过，知道吗？那你花过，肯定花过，这是才退市没多少年，这种是不是老钱？对，这老钱。1500，那行啊，1500可以。可以是不是？对，这号码好一点，那么贵吗？对，号码好。你玩纸币，玩缺，玩残，玩特别版，是不是？这纸币就是这样玩的啊！你这种号码好，1500一张啊。那可以。这我刚说的，你别给我弄混了啊！行。这两张，这个就没有那么多钱啊。这个是那个前报后报，这是金马王报的号，只有3个0。这一张的话，给你800吧，按800块钱给您收了，好不好？就相差一个3个号码都不一样是吧？那你肯定了，那是2个豹子号，这一个豹子，你就好比说，两个豹子跟一个豹子它一样不一样？是不是？那可以，对不对？行，你看1块的。一块的几没有2块的贵，错不了，错100块钱啊！这给你按700，700一张是吧？对，按700。那行了，547嘛，就是5347嘛，5347就又这还不能给你700呢，这个能给你900块钱，这是一个九百是吧？对，这狮子号啊，这狮子号。哦，这是4个0啊，4个0知道吧？老板，你实在一点。那肯定实在，我不实在，我干嘛就我给你按700，你也出了是不是？刚刚有700，又是900的，对不对？那你。这个是后面我没看到嘛，这是不是4个0嘛，是不是？好好估价了呗。那不是好好估价的。不懂，你不懂我也得很好给你估价是吧？这个5块没见过。这个五块人三的这一张，现在5块，这是56年发行的5块，你这个有折痕啊，看着。这个我不清楚。这一张3个0，给你按2万块钱。2万块钱。2万，66分嘛，66分，你要是68分的话，给你25000。这张之前对人，这是二版的号码。啊，行，2块钱。啊，行吧。行。这个老5号5个0，哎呦，这个贵了，这个5个0贵了，这个5个0能给你，按3000块钱，3000。这一张3000。对，这张给你3000。确定要了吧？3000块钱。不是，你说这个价格，你是不相信我是不是？那行。3000啊，这是5个0，知道吧？就是100万啊，100万里面只有一张，知道吧？这我也不太懂啊！你看我这号码给你摆一下，你自己就看到了啊！这都是倍率啊！这个1毛的值钱吗，老板？你这面值那么小，你是倍率。你要是倍宗的话，就10几块钱一张。这种的话，明说啊，这一张能给你5000块钱，倍率一角。这一毛的5000块钱？嗯，倍率，我看一下分数啊，分数都是67的。你这样吧，我就是给你通走算了。这个68的给你。68分的给你稍微尾四的给你按通走算了，真的，我这个价格我都没蒙你啊，这个我给你说个价格多少，给能现在我们回收的话给你5000块钱一张，5000一张，对，5000一张啊，就是通走的话啊，几张？6张，3万块钱，3万块钱，好吧，3万块钱，那你这号码不是很好啊，都是带4带7的，尾4尾7的，不行啊，你这个给你按5000可以了，5000块钱可以啊，可以吧？行吧。倍率啊，不太懂这一毛的都这么值钱的。对对对，那还有一种带水印的那种一毛，那一张都10几万呢啊。那我这不带水印吗？老板？不带，你这个不带，你看倍率，对，看过了。就这几张值钱，你说难听话，你那5000块钱一张其实也不是很高啊。很早了，当时一个朋友差不多欠了有7、8年了。那你欠7、8年，现在这赚回来了，可以了。嗯、那我给你拿现金吧，我现在手边有现金，好吧？行，现金吧。啊，我给你算一下，好吧？好嘞，嗯，好。Nice.
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，给我强烈推荐，快来试试吧。就钱回收价格，哎呦，上来就有一张好东西啊，1953年的飞机二分，这个带阿拉伯数字的和不带阿拉伯数字的差100多倍，不带的就是2-3块钱，你这个带的话，我能给到你150块钱啊，旧品150块钱，行啊，这也是旧的，哎呦，太旧了，这个20一张，新的贵一点。这个拖拉机新的也能卖100多块钱，旧的我就按40算行吗？太旧了，主要是1块的，哎呦，这个也不用看哪一年的了，96、90、80统一算吧，也是旧品，也有缺角的，也有染的，就按3.5块，行吗？行吧。嗯，2块的，哪一年的吧？啊，80的就给你20，行吗？21张。啊，这个是80年5块的，这个咱们上次给了23吧？对，还按23吧。这个是40，3张100的旧品，看一下啊，1980年的100，你有心理价吗？这个200块钱，哎，200块钱，80年的贵一点，这全新的能卖到1000块钱的，给你600，行吗？行。看这个，50的闪号啊，1990年的，新的啊，这个新的，但它不是80年的，80年的1000多一张，这个就给你按230吧，品相是新的，不错，绝品，嗯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再拿来再看看。哟，这是刀货吗？哎呦，这个就不值钱了，这个要不要都行，2-3毛钱的事儿，给你算3毛吧。行，这个好，这个这品相是绝品。对，100张连号，1962的下乡一角。这个你要多少钱？这个我在外边也打听过，4000块钱。4000？对。哎呦，要太高了，你打听的是哪个大爷？给不了那么高。这个不是普通的，我了解过。是红色的2冠，但是平板的红二屏。2800不行，那就2850行吗？2850也不行。不行，那那怎么？那我收着。你不能让一点？不行，你、这个、行。最低都4000了。哎呦，你再问问吧，你是人家给你吗？这个收不下来。他可能没看货。行，你再问问吧，这些我留下。那这个我就拿走了。好嘞，好嘞。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，给我强烈推荐，快来试试吧。你好，爷，做生意吧。做生意，你老公来？老公做买卖去了。做买卖去了？嗯。那你这个这是？你帮我看看呗。这都是想要出手呗，是吧？10万块钱呗。十万块钱，你这太扯了，这个。7万块钱吧，7万。7万不行。啊、嗯，7万，你看你这10万块钱也是老公。9万8。也是你老公教你的吧？这个。那你实在不行这样嘛，你这么多，你这个我先看，是不是先看啊，车工啊，这2张车工啊，2张枣红，你给我要10万块钱啊，这个是枣红，还有这个火车头，红一元黑一亿，这是53年的，这是几张200币啊，是这几张，这三张这是53年的200币，宝塔山2元，红衣贵一点，红衣10000多块钱，那你这个黑衣的话就给你4000-5000这样。你那啥美女，那个这几张你这样吧，中间吧，好吧。中间不行啊，你再给我整高点，中间不行啊，中间太低了。那你。那你这样吧，你老公电话多少？你老公号码多少？我给他说一声，看多少。那你给你呗。那你这这样吧，你这样，你说个实在价，我能要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东西也确实不错，看着还行啊，还行，10万块钱确实感觉已经不低了。那你这样。9万块钱。号码，我来问一下来。9万块钱。来问一下，那你那啥，我问一下来。这个是吧？那行，来。那行。那你这个说十万块钱是吧？这几张？那你这样吧，你看85行不行？85。啊，可以是吧？那可以，那你给你老婆说一下吧，来。喂，啊。你看行不行？行吧，听到了。啊。
八五啊，嗯，八五这几张，然后你这个你绝对是不亏了啊，绝对是不亏。你两张车工也就几两四千块钱吧，你看这几张哪有十万块钱？八万块钱确实也还是有点高。那行吧，都是老朋友是不是？行吧，行吧。那你下次你要出东西，你直接让你老公来就行了。你这个你不靠谱，你说话不靠谱是不是？那行吧，那这个我就给你那这个。那行，那我这边就收了哈。好。嗯。